各位午安，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郑轩年。警方继续扣留一个非华裔男人，涉嫌趁入凌晨抢劫以及刺伤一个休班警员。遇袭的警员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之后已经出院。警方说施袭者是有预谋犯案。这名非华裔男子不单止在深夜时分趁着市民疲倦或者是警戒心低的时间就尝试去犯案，去偷他们的东西，更加隨身帶備利器。雖然類似案件並不常見，但警方對於牽涉嚴重暴力的罪行是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我們有足夠的決心和能力去偵破這一類的罪案。一個懲教署職員前日在壁屋監獄外遇襲，現時情況穩定。懲教署署長黃國興到醫院探望遇襲職員，嚴厲譴責兇徒，強調不會畏懼任何暴力威嚇。懲教署嚴厲譴責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他們公然去挑戰法治，破壞社會的紀律。我想強調，懲教署每一位的同事都是專業的執法者，我們是絕對不會畏懼任何形式的暴力威嚇，我們會堅守我們的工作崗位，依法辦事，確保院所裡面有良好的秩序和紀律。我亦都要多謝警方在短時間之內已經拘捕了八名的疑兇，懲教署會繼續全力配合警方的調查，務求盡快將所有的兇徒緝拿歸案。上水一間珠寶店遭到爆竊，報稱損失大約100万元首飾。被爆竊的珠寶店在上水廣場二樓，店铺的玻璃门损毁，饰柜亦都遭人爆开，玻璃碎散落一地。警方清晨6点几接报，派员到场调查。据了解，初步发现案发的时候，有3个着住黑衫黑裤的男人用硬物击碎玻璃门以及饰柜，抢走一批首饰，报称约值100万。秀茂平顺治院有单位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消防架起雲梯戒備，有消防人員進入涉事的單位不斷射水，多名居民疏散到地下。警方在朝頭早近9点接報，話秀茂坪順治院順豐閣一個高層單位起火，懷疑廚房的位置起火。初步發現涉事單位近日裝修，當時沒有人在單位入邊，正調查起火原因。繼續新聞時間，沙田單車節朝頭早舉行。賽道環繞沙田城門河畔，接近700人報名參加。在比賽期間，多名的單車手懷疑跣胎相撞，倒地受傷。首場賽事清晨6点半舉行，在元和遊樂場附近起步。一批年輕車手整裝待發。一起步，車手都發力搶佔有利位置。而比賽就繼續。今日一共有11场杯赛，全部环绕沙田城门河畔绕圈进行。单车手需要穿梭沙田乡事会路、大涌桥路，然后由火炭路翠榕桥折返沙田元和路终点。唔同杯赛有唔同嘅绕圈数目，而因应活动举行，元和路一带赛道途径路段有封路措施，部分巴士路线亦都停驶或者改道。无线电视记者卢卓文报道。香港迪士尼乐园举行10公里跑步，吸引近20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跑手参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明香港有吸引力。今次的活动咧，鼓励了我们咧，只要咧谂计动脑筋，其实香港咧有很多好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一定咧可以吸引更多人来香港玩，做得更好。陈茂波主持开步礼。起跑點仲有樂園唔同嘅角色為跑手打氣。今次嘅活動除咗吸引大約20000个嚟自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日本同埋泰國等地嘅跑手，仲有輪椅同埋視障人士等80个跑手參加，借此推動雙健共融。園方表示，活動整體參與人數以及海外參賽人數都創歷史新高。
市建局正考虑自行发展启德道三浦道重建项目或者重新招标。市建局推出启德道三浦道重建项目，但只有一个财团入标，局方决定收回。行政总监韦志成在网志表示，流标影响了市建局的现金流，团队将会评估发展模式，包括重新招标或者自行发展，会考虑局方的财务承担和风险，以及一手私人住宅单位供应等的因素。若然未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推，将会无可避免影响龙城区的更新进程。而市建局亦都会因应未来一段时间的招标安排和结果，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再发债或者向银团借贷。中国太空站科学实验设施的镜像平台近日在北京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会同步进行神舟十九号任务中的实验，比较重力对结果的影响。这里由科学实验柜到相应的配电、流体散热等舱内外公共支撑设备，都是以1:1比例仿照中国太空站设置。中科院专家就形容这一道等同太空站科学实验镜像平台，两边的实验系统同步运作。神舟十九号任务预定要进行的实验项目、相关载荷和软件等，都在这一道完成地面验证之后才升空。专家说，平台除了允许航天员在地面熟习实验操作过程，计划在太空进行的科学实验亦都可以透过平台试行，万一在轨操作出现问题，亦都可以在地面排查故障并且验证解决措施，又可以进行天地比对实验。天上做实验，然后地面上同步才开展实验，这样子在同样的条件下，只是微重力不一样，我们去进行比对，看看实验效果有什么差别，就看两种不同重力因素对于实验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太空站同时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由建成开始已经进行多项科研活动。我们组就将这把代表激励棒的空间站钥匙交给你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太空家园打造的更加美好。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把空间站维护好、经营好、管理好。神十九驻留太空期间将会进行86项科学研究。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各位午安，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郑希年。警方繼續扣留一個非華裔男人，涉嫌昨日凌晨搶劫及刺傷一個休班警員。遇襲的警員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之後已經出院。警方話施襲者係有預謀犯案。呢名非華裔男子不單止喺深夜時分，趁住市民疲倦啦，或者係警戒心低嘅時間，就嘗試去犯案，去偷佢哋嘅嘢，更加隨身帶備利器。雖然類似案件並不常見，但警方對於牽涉嚴重暴力的罪行是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我們有足夠的決心和能力去偵破這一類的罪案。一個懲教署職員前日在壁屋監獄外遇襲，現時情況穩定。懲教署署長黃國興到醫院探望遇襲的職員，嚴厲譴責兇徒，強調不會畏懼任何暴力威嚇。懲教署嚴厲譴責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他們公然去挑戰法治，破壞社會的紀律。我想強調，懲教署每一位的同事都是專業的執法者，我們是絕對不會畏懼任何形式的暴力威嚇，我們會堅守我們的工作崗位，依法辦事，確保院所裡面有良好的秩序和紀律。我亦都要多謝警方在短時間之內已經拘捕了八名的疑兇，懲教署會繼續全力配合警方的調查，務求盡快將所有的兇徒緝拿歸案。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一旦醫療改革全面實施，日後普通科門診應該只會接受弱勢社群求診，
又話研究增加危重病人的資助。他由初步構思，18區各有至少5間社區藥房。施政報告提出要改革醫管局、衛生署和基層醫療署的定位，衛生署集中做監管等等，不再提供胸肺、皮膚科等等的治療服務。公立醫院就負責弱勢社群和危重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话，公立医院还要负责急症和培训。他承认普通科门诊日后或者只会服务一类人。普通科门诊是照顾一些弱势社群的一个家庭医生，而其他的人他就应该去找他自己在个社区里面的家庭医生。否则我们再培训多少医生都好，你都是会浪费的。至於何謂弱勢社群，他就說會研究優化現有醫管局的定義，或者是簡化申請免費的程序。而危重病人就包括中風、心臟病、癌症、罕見病，甚至是 BB 仔的病。這類病人除非是弱勢社群，到時都要付錢，不過會研究增加資助額。但是現在一般的家庭醫生和普通科門診的收費還有距離，政府應不應該出手拉近，以免有人遲去看醫生呢？私家醫生的收費呢，就我們都覺得不可以 一足高打一船人的。個別家庭醫生的收費呢，其實都已經我覺得有些是很合理的。家庭醫生是熟悉你的健康狀況呢，你其實可以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費用啊、藥物啊。藥費就很難避免，當局提出最快2026年設社區藥房。盧寵茂說，主要的對象是公立醫院的病人、院舍人士和慢病共治計劃下的市民，不涵蓋一般私家診所、發燒感冒等等的輕症藥，目標是18區全覆蓋。初步估計下，起碼一個區可能都要5間、6間，起碼都有一個合理的一個距離，從而避免了他去醫院還近過去他所謂社區藥房。他們會收一定的專業的費用，這個我們會用策略性採購的一個模式去到跟他們定一個費用。一般的病人，例如如果他是醫管局的病人，他用這個呢，他如果純粹拿配藥來計，他的費用就應該不會跟他在醫管局拿藥有差異的，否則病人就不會就用這個服務啦，是不是？但是他可能要拿一些加的額外的一種服務，例如他要他做一個藥物的諮詢，有些提供額外的服務，那這個就會由那個服務提供者，即係換句話講，個藥房佢藥劑師去定翻個費用嘅收費啦。牙科方面，當局出年會推出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盧寵茂話，類似學童嘅牙科保健，主要做篩查、形容箍牙等等，已經超越咗功能嘅用途。初步有收費方案，將會諮詢業界。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市建局正考慮自行發展啟德道三浦道重建項目，或者重新招標。市建局推出啟德道沙浦道重建項目，但只有一個財團入標，局方決定收回。行政總監韋志成在網誌表示，流標影響了市建局的現金流，團隊將會評估發展模式，包括重新招標或者自行發展，會考慮局方的財務承擔和風險，以及一手私人住宅單位供應等的因素。若然未能夠在短時間內重推，將會無可避免影響龍城區的更新進程。而市建局會因應未來一段時間的招標安排和結果，考慮在適當的時候再發債或者向銀團借貸。繼續新聞時間，沙田單車節朝頭早舉行，賽道環繞沙田城門河畔，接近700人報名參加。在比賽期間，多名的單車手懷疑跣胎相撞，倒地受傷。首場賽事清晨6:30舉行，在元和遊樂場附近起步，一批年輕車手整裝待發。一起步，車手都發力搶佔有利位置，而比賽就繼續。今日一共有11場杯賽，全部環繞沙田城門河畔繞圈進行。單車手需要穿梭沙田鄉事會路、大涌橋路，然後由火炭路翠榕橋折返沙田元和路終點。不同杯賽有不同的繞圈數目，而因應活動舉行，元和路一帶賽道途徑路段有封路措施，部分巴士路線亦都停駛或者改道。
无线电视记者罗卓文报道。香港迪士尼乐园举行10公里跑步，吸引近20,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跑手参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证明香港有吸引力。今次这个活动呢，鼓励了我们呢，只要呢想计动脑筋，其实香港呢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一定呢可以吸引更多人来香港玩，做得更好。陈茂波主持开步礼，起跑点还有乐园不同的角色为跑手打气。今次的活动除了吸引大约20,000个来自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日本以及泰国等地的跑手，还有轮椅和视障人士等80个跑手参加，借此推动双健共融。园方表示，活动整体参与人数以及海外参赛人数都创历史新高。秀茂坪顺治苑有单位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消防架起云梯戒备，有消防人员进入涉事的单位不断射水，多名居民疏散去到地下。警方在朝头早近9点接报，话秀茂坪顺治苑顺丰阁一个高层单位冒烟，怀疑厨房位置起火。初步发现涉事的单位近日装修，当时没有人在单位入面，正调查起火原因。